是看无呢。当时你点一点一。多少食就食袂着啊！受气啊！哎，孔雀伊足紧就食去啊呢。所以伊特别啥会枵啊？我还刚枵辣椒后才发现靠不能吃哎，下次再吃。怪老板的肉粥。太夸张了啦，吃不到。你是要吃几次？叫老板帮我切小块。这有够笨的鱼呢！你看我今天消肿很多。嗯。叫鸭肉，你要买看看。啊？那鸭肉吗？我没看到。鸭肉。我知道鸭鸡翅，鸭翅，它鸭翅其实好吃，我今天没多吃。吃不到，真的是有够笨的呢。